前面的朋友先坐下来哦，谢谢。好，马总统是心甘情愿被爆的吗？你们自己看。董事长是真的已经推荐黄建庭要当台北市长这个部分。对，我是问这个问题提出来，大家可以讨论。对，先是这个部分，对，大家可以讨论嘛。我是觉得好的人才不能被埋没，好的人才不能被。我是台北市民，所以我现在站一个台北市民的立场，那我提出来，我说如果说将来，因为台北市内蓝大于绿，啊，我觉得我在台北市民的立场，不能让一个好的人才埋没，那我又不选了，所以证明他是有能力的，我认为我现在应该把他大方的推荐出来，不能让他复选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那拨人干政是不是意有所指？好，妹妹，这你们自己去写。好，谢谢。自己去猜。